好，我是网友，我是心地。今天我们来带大家尝试一下柳州凉茶，走吧。这家柳州县凉茶店是柳州人推荐比较多的一家凉茶店，据说开了70多年了，很多人从小喝到大，一上火就想到它，纯中药药熬制，味道是真的很苦，但苦中又略有点干酸回味，一定要一口闷，不然我怕你喝不完。你试试，你试试。没有吗？我不玩，你们两个不玩，几个闷，记不记得？对啊，喝不完。一、二、干、干。喝六个水呀。不行吗？六瓶的。啊，你呀、啊，你数啊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喝完的茶味道怎么样？好喝，很好喝，对于这个对身体很好。我觉得每天你们要喝一杯。我们用礼物给你们吃东西啊！你们吃一些吧，真好喝。太苦了。谢谢你，我是老板。